这将呢要问老师的就是有关于这个 B 群哦 ，B 群呢，老师伊那是讲有糖液 B 群，是不是咱该无做混？干吼，一个益菌呢到底来罐头啊？需要吼稀释几倍啊？伊这对植物呢有什么款的效果？使用的这时间点，果树那是生殖生长，还是营养生长的时阵？什么时阵来用较理想呢？下雨过后。咱先甲好朋友伫每一遍咧讲维他命 B 的时阵，咱拢先强调吼，全世界对这种 B 群的这个使用有两派无同款，完全无同款的讲法吼。伫这个学术论证内底，已经大概可能超过50档的时间吼。有一派讲有效，效果足好；有一派讲完全无效，那个都是骗人的吼。各有各的这个效，但是伫食物吼，伫食物上，咱咧做的时阵，咱用这维他命 B。咱有发现呢，即、这个真侪好朋友可能即几冬来拢对咱用吼，大概应该6年超过了吼，即有用过，应该是拢会过去用，尤其你若是种瓜的人呢，得开的即种吼，你会发现讲伊若堵水了，你予伊即个水分吼。咱就吼雨季的时阵，咱个用一点维他命 B 啊，伊迄个筋呢，一个恢复吼，加足紧的，啊，足袂吓歇吼。所以，迄明明都迄个效果啊，他是安怎因一直讲迄无效吼，唔知影就讲这个辩证吼，这个大概是安尼吼。所以，伫这个过程吼，伫这个过程，咱先甲大家强调。所以有时啊，那是讲要烧钱吼，这唔知要怎去烧钱啦吼。所以我个人也是认为讲。大家就看着办啦，吼但是你若问我，吼，我是属于站在这个合理使用这派的，就是讲我感觉适当甲用一下袂歹，吼尤其伫堵水的时阵，吼，咱即马取出来的水分太多，就是讲伊根部这个水分的障碍的时阵来用一点嘛，吼，我感觉迄个时阵袂歹。哦，这是安尼啦，吼，就是讲，咱像好朋友知，因为这真济吼，办伫网络上吼，要有一寡好朋友甲咱提出这个质疑啦，吼，我讲唔免质疑吼，这已经40多档来呢，大家底下伫这个学术界，而且都是很严谨的科学的这个论证吼，各有各的这个大家底下辩论但是这真理越辩越明吼，所以为什么市面上有足济这个肥料内底你甲偏吼？这个都有一个药的味道哦。你啊，因为 B 群一个足特殊的味嘛，所以足侪肥料内底实际上拢有加啦，都有给它添加一点点哦。伊这物件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哦，所以伊效果最主要是伫这个所在哦，这所在哦，所以这互你做参考啦吼，就是讲基本上吼是因为伫咱咧培养吼，咧培养这个这个微生物的时阵吼，咧培养这个微生物菌的时阵吼，咱咧工厂咧生产这个微生物的时阵吼，还是讲试验内底咱咧培养这个微生物呢会适当加 B 群。适当甲适当甲加这维他命 B， 搁一个啥物所在去加维他命 B？ 伫这个咱咧做组织培养、做组培的时阵吼，咱有某一个阶段吼有诶配方内底冇去甲加维他命 B， 去加 B 群吼，所以嘛唔知有效无效啦吼，但是就是有人安尼咧用吼，所以最好你小知影。所以目前所知影就是讲，困甲这个 B 做伙用的时阵这个微生物呢会得到好处啦吼。但是纯粹咱若讲干那用 B 群的时阵主要是伫这个根系吼，因为咱即马即旧得力的吼，即就讲咱发现吼。伫即个落雨了，咱是毋是足侪好朋友拢会去甲灌一点点啊溶磷菌，吼，用溶磷菌用即个维他命 B， 尤其若是有去咧远有去堵着水，吼，就是讲咱咧讲的堵水吼，就是有淹过过敏即种的，即种是毋是淹过过敏代表伊就无空气啊，进入一段时间是短暂的即、這个即、這個、缺氧的迄个状态嘛，咱用即个维他命 B 落去，伫水特别提的时阵，咱甲点一寡即个维他命 B 落呢，迄、那个筋咧恢复起来，对，感觉有点甲无点真正有差。你若加溶磷菌落，即效果哪种佫较好？所以这应该是即种的一个道理啦吼。所以你用的即个效果是安尼吼。果树伫即个啥物时阵要用生殖生长，还是营养生长吼？这不管吼，我感觉讲伊就是有去拄着水的这段时间来用效果。上好，咱咧用效果上好的是伫迄个时间吼，所以即大家小做参考，就是讲你讲对一种吼，对一个时间，咱就较唔敢去把握安尼吼，所以只要若堵水来用这物件吼，效果其实还不错。咱真侪好朋友伫开筋的时阵吼，比如讲开春一段时间
啊也去甲用，吼、哦、也去甲用，即、這个龙鳞菌啊也洗刷去甲用维他命 B， 啊个节时阵啥物时阵落雨，吼、哦、落雨刷也去甲用，就说人咖喱的时阵有时啊买去甲用一点仔维他命 B， 吼、哦、所以说大概咱咧用即个部分是安尼，啊即、這个糖衣吼、哦、啊即种那是吼、哦、当然即、這个。物件拢真贵啦，但是你那是因为这人食嘛吼，那糖衣的拢是人食啊，啊过期去啊，咱当然卖个食吼，啊这种物件的摕去平硬讲呢，啊又觉得有一点浪费吼，啊所以咱是不是当改伊啊硬硬要破吼，就给他改硬硬要破，硬硬要破呢啊，咱做回来改罐头吼，这样呢会使吼，啊唔免不一定爱磨做粉啦吼，你要磨做粉有时啊还要再花一点点功夫吼。啊、所以讲硬要破就会使啊，讲硬要破伊就用啊。比如讲你明仔要用，你今日个硬要破，啊硬要破较紧用，啊硬要破甲落落地，即还是讲你用一点啊烧水吼，啊嘛是爱讲硬要破啊甲切切个吼，啊伊迄个足紧的用起吼，这样你起来啊，这效果上呢其实还可以啦吼、啊，这是咱互你的一个啊一个建议啊，呢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哈。啊嗯